现在有点冷啊，哎呀，哎，冷哎，啊，就降温了啊，嗯，降温啊，啊，降温了，嗯，再见。他们房东在洗菜，这个什么菜？生菜是不是？啊，生菜，啊，自己种的，自己种的，挺好的，嗯，光搞这个，这个洗一洗，你怎么吃都是啊，怎么炒的？炒着吃，哎，生菜炒着吃吗？哎，不应该生着吃吗？炒着吃，炒着吃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哦，我们一般都是煮火锅吃，平常都没吃，没怎么吃过这个生菜，要不就生着吃。我们吃生菜也不是那样，原来苏州我们苏州这个地区没有生菜的。哦，是外地人过来了后来有。才有生菜的。嗯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现在中午11点了啊，早饭午饭一块吃，简单的煮个面条。水开了，锅里面放点那个大骨头跟汤料，剩下的呢这个留着晚上再煮点手工面吃。这个海鲜面呢就不放里边的料了啊，就放两片面，吃个骨头面，把这两包青菜放进去吧，稍微放一点点盐。你们评评理，你说二强这家伙狗不狗？刚才我去敲他的门，我说这个早饭呢啊，你吃什么我去弄，然后他说他吃过了，然后说这买早餐吃过了，现在呢我面煮好了，他说这个咋说了，现在11点了，我问了你有不是有半小时，不是你问的是中午饭呀，现在不是你问的是早上饭，现在是中午饭，不是我问了你这个时间差有半个小时吧，你说呀，两小时了，你要是早说我去卖点这个面条，多下点把大骨头都列进去不着啊，非得能这吊定那货。现在家里边没粮了啊，就两袋泡面都放上去了，一人先吃一点吧，等一下再去买点什么菜整一整。给你这个碗裂去吧。这肉咱俩一家先裂一块。我少吃点，我吃这。哎，是。我吃半碗的吗？不中不中，得吃饱。省了，你再说不够吃了。那不会不会，你吃把早餐了不是？啊。弄点汤喝也关你，别撑面了。是不是啊，好吧，好吧。主题的列一个。我都吃这些。不是大骨头。对。再列一块，再列一块。再列一块啥你都没啥吃了。还不少哈，能吃饱。马眼的黄沙，瓦眼的伤疤，没有泪流下。你明天都上班去了，你今儿不买点菜干买干买，咱俩再喝点儿。啊，俺买啥？大骨头了，排骨了都管。还俺买呢？咱不能瞎的老豆也搓住一块劲儿。燕哥，钱也都是我花了。昨天大骨头不够吃了，我又憋了3年。大骨头都没吃，要别说不够吃了。我请客，我都照着四三菜安排。不是大气昨天不在状态，黑蛋。状态的话，就你吃的份儿。我知道他不在状态，没这一张啊。看一下，这个骨头肉还不少呢，吃的比昨天的香。盛你们锅了还有汤了。少吃点面，吃不饱，汤得喝饱呀、不吃了，不吃了。省了某人家吃不饱，饿了哈哈。上面有根毛了，这个猪皮上面你看，裂到肚子去了。毛越有毛越香。喝点汤，这味道还是可以的。辛苦了啊，今天。那你还不敢买敢买，买点肉炖着你啊。少吃点肉，天天吃肉了，少吃点肉。那买点别的鸭货一种啊。刷干净点，鸭那锅上面都是油了，这黑鸭还得用啊，黑鸭炒菜时候少放点油。鸭啥黑都用了，咱这猪不用刷那么干净啊。你问问黑蛋上面不叫黑蛋，买个羊头咱炖炖吃。啊，这锁几年了。咱说起人家，咱想吃，咱自己买点不中？你家？那你光说买去。我这没得上班，咋买去？那你上了班搁哪买去？上了班你搁公司了买去？上了班过两天再买。
那吃点吃、啊。那你说囊中羞涩都关了吗？囊中羞啊，不是，那今天你大方点吧，今天你买吧囊。呀，我讲买了，你不能瞎的漏洞也缩住一块劲儿啊。不是买六斤肉啊，三斤我垫了。今天你能不能你自己弄一下我？我要是那实打实的花了100多块钱，你看见了是吧？白搭白搭，你这三脚做出来个屁来！这个二强说昨天吃肉没吃够哈，今天下午我再去买一点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